大伯，您好，和您打听个人，您知道周安平住哪儿吗？老周啊，哎，他搬走了，你看他房子都卖了。哦，大伯，嗯，那您知道他搬去哪里了吗？听说是去美国找他儿子去了。哎呀，他匆匆忙忙走啊，连电话也没告诉我们老街坊啊。哎。我店里要招的呀，是有经验的店员，你招呼顾客一点经验都没有。餐桌摆花倒是做得挺好看的，要不你去隔壁的花艺店试试看。其实，我选择花艺，喜欢上花艺，直到今天成为真正的花艺师。 要不要那么粗鲁啊？当年云和花艺的旧址就在这儿。这几年啊，旧城改造，好多人都搬走了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当年的老员工了。小伙子，你碰碰运气吧。啊，谢谢您啊。嗯。 您好，哎，你好，我问您个事儿，哎，这儿原来是一个叫云和花艺的公司吗？云和花艺，啊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就是这里的老员工啊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哦，您稍等，您看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这不是刘经理吗？哦，您认识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他是我们云和花艺的财务经理刘英杰呀。 哎呀，都20多年了，老陆，哎，你打听他干什么呀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了解一下。您能多给我讲一点关于他的事情吗？越详细越好。啊，这个嘛，哎呀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嗯，我跟他本来也不太熟，所以也就没什么过多的往来。不过，他曾经跟我借过钱呢。哦，哎，说起来啊，这个刘经理当初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惨呐。曼陀罗花盛开于天堂之路，诉说着悲伤的思念，象征着死亡后的新生。 20年了，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了。对不起。